生命的热烈只跟青春有关吗？下到刚成年，上到99，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人想开了的心。点开播上才艺，上。所以我们在直播间可以遭遇。让很多人终结半生的平凡，换来照亮生活的一点子机会。主播行业翻倍增长的后果就是破大防的优胜劣汰，上一秒他们像夏花般绽放，而在下一秒就可能无人问津。毕竟嘛，主播们要拿捏的是人们瞬息万变的注意力。或许你听过黄金三秒定律吗？人们有很多的行为和思考都在三秒左右做出选择。举个例子，我叫郑秀妍，我再不选我就那个了啊！我选了。对于看直播的过客们，如果打开视频的一开始内容没打在心上 ，sorry， 他将从主播的全世界划走。嗨，朋友们好。现在。我们邀请了30位经验不同的女主播来到我们打造的主播基地，进行一场疯狂试探。你好，快手主播啊！你好，你好。你就平时就这么可爱吗？装的都是装的。好嘞，他是装可爱啊！我告诉你一声。哎，你永远也不知道，第一秒会在何时开始。各行各业来相见，直播间里有考验。音乐主播们，你们将共同迎来第一个考验。突袭直播任务。What？ 汪苏泷、杨丞琳、郑秀妍，三位直播间的新用户将沉浸式演绎第一次看直播的我本人。我喜欢，我喜欢。太热烈了，太热烈了。666，666，搞我呢，搞我呢。本节目由有态度的中国创造太棒 APP 独家冠名播出。 Flower, 家人们加入太棒 APP， 生生如夏花。三位直播新用户和音乐主播们，你们将共同迎来第一个考验，突袭直播任务。What？ 突袭直播任务？啥？现在直播？我直播灯来了。Oh my god！ 真的会整事情啊，节目组。哦，我的天哪，好玩哦！天哪，哎，这个很猛哎，这个太猛了，这个很炸，我都不会架机器啥的，整也整不来。比如说你跟着我，我告诉你打掌就打掌，行，明白了吗？行，这非常考验他们的反应，因为他们必须随时具备着我就是即开麦即唱的这个能力。往那儿直播吗？在那儿播呀。大家请注意，汪苏泷、杨丞琳、郑秀妍每个人只有5个关注名额，被关注的主播将有机会占据15个个人直播间。真的假的 ？Oh my god！ 就是30个人里面只有15个能被选上，所以说我特别担心自己会落选。其实很喜欢这种突发的这种刺激感。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是我的。肯定要就是好好表现，让老师看看成熟的主播。冲啊，宝子们，冲啊！就我们3个吧，就坐这儿好了。我在这儿。哎呦，从哪儿上楼？从哪儿上楼啊？
从哪儿上楼啊？这儿上楼。我只看大屏幕。救命啊！搓手手。就是一个沉默的汉。生活像一把无情的刀，改变了我们模样。这就是命。你带了四个箱子啊？对啊。你带了啥呀？我带了我的全部家当。哇哦，厉害了！我就是很简单的，就是拿个手机。我们肯定没有这么厉害。专业的直播只用手机是拿捏不住的。下面有请资深游戏主播火仙妹。我在快手做游戏主播已经6年了，来跟大家浅谈一下。就我的箱子里面东西可多了，电脑显示器、电脑主机、摄像头，最重要的还有支架，大大小小差不多10多个灯。我就想在这个节目里面大放异彩，结果您暂时无使用权。太气人了。我告诉你，我插不了电脑我也要插几个灯。你可以的。我可以的。你当然可以。三大箱里的5件套里的10多个灯里的3个灯。哇哦，厉害。这些只是小趴菜的配置，在直播行业超级内卷的今天，你是否拥有一眼入魂的画风？太狠了，太卷了。你还可以把头发吹起来，你也太内卷了吧。我的天嘞。Careful， 小心。这是干嘛呀？就是会不会变得比较 soft？ Yeah， right， like a cloud， 嗯哼，有云的感觉，雾雾的感觉。这个人他是弄了一个，这是什么横幅吗？他写着什么胡豆？胡豆，胡豆就是说。他做过发展没有很顺利哦、oh. 自救打给我台，好惨。我好像过年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咱们就是说这个直播间要红红火火。我叫秦鱼，不愿在乎。我怎么感觉不太顺口啊？不要紧，意思表达清楚就到位了。在乎。我给你放一下我的喇叭。开机，欢迎大家来到百万集团，现在点关注就是咱们的今日股东了，所以赶紧点关注啊。谁有喇叭？你是谁有喇叭？吵死了！赶紧点关注！太吵了，我受不了了。我为什么就不把我家里的那个喇叭带过来呢？我把这喇叭带过来，我就想。录一句话冲着他说，你喇叭小点声，喇叭小点声，小点声。觉得可能稍微小一点点声音啊，因为会爆麦是吧？好，对不起。哇，很厉害耶。厉害 is 很厉害 impressive。 Jessica， 贼厉害。贼厉害、是东北话。耶、yeah. 主播们点开播上才艺。Hello, 古道 after one。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欢迎哥姐们来到直播间。来，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才艺，给大家展示一下。春天有夏花，敬请期待。请汪苏泷、杨丞琳、郑秀妍根据实时直播内容，各自关注5位心仪的主播。我觉得对于主播们来说，要有随时互动的能力，可能你要适应任何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需要非常非常强业务水平的一个群体。我不太会去刻意的去定义他们是主播，我就会把他们视为表演者。I was very looking forward to everybody how they would prepare in that short amount of time。汪苏泷、杨丞琳、郑秀妍。3位小白即将进入沉浸式直播。我要看。
哎呀吧，我一抬眼珠子一下看着我了，太帅了。哎，我要看李晶晶，我要看李晶晶。李晶晶是一个性格很豪爽的姑娘。呀，看我呢，走。我觉得太热烈了，太热烈了。家人们，欢迎给我打在高频上面，欢呼一波！So high， yeah， 走曲了。我爱你，我心里属于你，今生皆是报应。You like her？ 喜欢？我觉得她就是我 hold 不住她。我觉得这对我的误解。他们会觉得看到一些比较热情似火的，然后比较爱讲东北话方言的就适合我。但我其实看到那种，哎，来了欢迎你的时候，我是比较束手无策的。啊，对对对，这是直播间最经典的画风，真实派。一个北欧的学者曾提出过关系劳动的概念，大意是音乐人和粉丝之间用超越工作时间以外的交流来维系关系，他们之间从顾客演变成了家人或朋友。哦，好熟悉的说法。家人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所以成熟的音乐主播们绝不允许让任何家人败兴而归。小弟弟，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怎么样，这样子就不会很尬呀，家人们。是哈你。Yes, your style。下回我自己报名行吗？你不用 Q 我，我说哎，我的。我觉得太热烈了 ，hold 不住他。龙龙别怕，对待直播新人用户还有一种友好的形态，视觉系恐龙人。哇哦，好神秘。看我今天是一只会唱歌的小恐龙，就是会写歌的小恐龙。今天就是想给你们唱一首我自己的原创作品，是昨天晚上刚刚写完的。我们在漫漫长路遥遥相望，等风等雨等月光。你声音很好哎。可是前方山高水长，梦遮眼的少年哪管人间荒唐。选我要。好好呀，我也想要，可以想吗？可以不可以啊？关注。杨丞琳给你点了一个关注。谢谢杨丞琳姐姐，我爱你。我觉得她戴这个恐龙头套蛮聪明的，因为就是保持一种神秘感。那她有神秘感，我就想点进去，算是形成了一种另类的特色，就是我不让你们看见我的长相。所谓视觉系，就是打造一个独特外形的大动作，把观众抓进来进行疯狂输出。来啦，酷，哎，她好漂亮哦。She's performing a traditional story。
Oh, that's a lot of preparation. You want to hard work? Yeah. 我要选他。哦，恭喜你！郑秀妍给你点了一个关注。是吗？妈呀！啊，一整个的羡慕字。好棒哦！真好棒哦 ！Jessica 老师 ，I love you。She's cute, she's c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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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恭喜谢谢 ，I'm so glad to you.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感人群里身哇，这很酷。好，我看一下。我真的 thank you 老师来了。thank you。Hello， 老师好，我叫李启蒙。Hello, teacher, my name is 启蒙丽。嗨，你好，我们看不到你了。我来自四川峨眉山 ，I come。你那个手机看不着脸，手机动一下。I'm twenty。我的爱好是 ，my hobbies are rap and singing。这样可以吗？谢谢姐。最可爱呀、啊。由于我没有那个叫啥声卡，所以就来一段清唱。我的爱像缺了一块，拼命找找不回来，习惯味道还是依赖。王雪，王雪，王雪，掉录像，掉录像，我好像比较快。王雪。杨丞琳给你点了一个关注。啊 ，thank you 老师 ，thank you。恭喜。She has a very unique, unique vibe and unique style. I'm so glad she's a good singer. Yeah. And she's my. 好羡慕啊！算了，就这样吧，摆烂了。好了，我开玩笑的。不可能摆烂，我是打不死的火线妹，努力。三位用户进入火线妹的直播间。眼睛了我的嘴，来把话音老师打在公屏上。哇，大家都安静了，谢谢。哈哈哈哈哈。It's my time， 又来了。Yes， 哎。My time， yeah。其实他也是，只是他的长相不是，他的状态是，还行，还行，还行，好，我干巴的。可爱，可爱，可爱。我选他。我是最有进步空间的，我什么都愿意学，我吃苦耐劳，上得厅堂下的厨房打的游戏。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性可爱。哇，老师给我点关注了，老师我们有缘分了，老师。缘分，缘分。挺逗的，挺逗的。稳了，这十五个直播间必定有我火某的一个。咪咪妈妈妈。会唱，我要看。今天我们歌王办公室学的就是如何唱好歌 ，How to sing the songs well, right? 哦、oh. ，双语，双语，双语主播。大家好，我叫郭思萌，我是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名在读博士生，同时呢，我也是一名音乐老师。咪咪妈妈妈，给我唱一下呀。咪咪妈妈妈。声音太小了，再大点声。咪咪妈妈妈。Don't be so shy, do that, do that. Believe yourself, believe yourself. 咪咪妈妈妈。咪咪妈妈妈。Good. Yeah. Good job. Yeah. 非常棒。
非常棒。谢谢音乐博士郭思萌的教学分享，你完美的诠释了关系劳动的三 D 立体核心分享。很多知识型人才大量涌入直播界，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所谓的独立能力就是什么都能自己干，把你会的事一次性做对。从各个行业涌入的人们，江安是天津麻花精神，他们也在创造自己独特的内容看点。大家好，我是练习及出道时长长达7年的退役偶像女团队长。数梦高歌求知识与更多，但是目前我是一个 solo 歌手，但是大部分的歌曲版权啊并不在我自己手上，非常的让人难过。所以我就开始解锁我的第二个身份了，叫做青年戏剧演员。但是金钱上的收入可能没有很多，人还是要先养活自己，所以我就开始短视频创作，做了4个月的账号，然后被停更了1个月，好惨。一顿操作猛如虎啊，看来我家的人似乎都当不起这个主播啊。郭思萌，我一提到他我就好激动。哦，不不不，也有可能夹带一点点私心。郭思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觉得听他的歌曲长大的，就是以前的 QQ 空间啊什么的歌曲全部都是他。刚那个上完洗手间出来，他正好下车了，郭思萌，我说 Hello 老师，他都没理我。但是因为他那会儿要拍照去，他那人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个人，可爱可爱。你以为就到此为止了吗？不，还有分享思远。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主播夏荷纳兹，来自新疆和田，在我自己家院子里面，咱们就是躺在自己家院子里面边就是吃葡萄。户外直播，户外主播，他后面应该是个照片吧，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背景一些传统美食，哎，等一下啊，这个要掉下去了啊。然后呢就是去草丛那个本儿，去草丛那个本儿。下一位，我是广西人，表哥表妹靓仔靓女，请你关注一下我好吗？嘿，好可爱。我看他，可是我好想上厕所，怎么办？想上厕所的时候老师来了，好尴尬。这个分享大可不必。OK, next year, OK. Hi, teacher Jessica, I'm 竹竹，已经出去了吗？天哪，没有留住。先去厕所，妹妹。这都不好意思呀。妈呀，受不了了。距离结束还有10分钟。老师什么时候能点进我的直播间啊？救命啊，他们弄不烂看我的直播间怎么办呀？我的力不要了，我觉得唱好。现在关注也不错。我选了，我选了，我选了。黄苏龙又给他点过去了。一会儿站队没有我的位置了，给大家跳个舞吧，不管了。就是我在想你，我选你。这世界明朗，我想要他。何必慨叹青丝梦一场。哇，这个唱得好。我有。怎么办？谁比较快？这次我不会又输了吧？我不会输第二次。 Congratulations to me。 家人们，15个首选名额已选择完毕。首选名额已经选择完毕了，家人们，我们就不是首选的了。那种感觉就好像失恋了的感觉啊。他根本就没有进来，我真的会累。没事儿，没事儿。咱们这个就是说心如死灰，对，今天 today 心如死灰。哇，大家都好幸运啊。你没有被选到？没有。有一点点小好奇，是老师是以什么第一去选人的呢？唱歌、跳舞、在线人数、互动量？没有，这一次真的是我观看直播的初体验。
然后觉得非常的残酷。哎，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跟时机也有关，我点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做什么，这件事情很关键。如果他在讲一些话，然后刚好讲到一半，我不知道他前面讲什么，我就会没有兴趣听下去，因为我没有参与感。但是哎，如果我点进去发现他正在唱歌，那我很想看看他在唱什么啊，这个我就会想要多逗留一会儿。对，刚才就是新用户视角下的主播生态观察实验。现在我们正式宣布，汪苏泷、杨丞琳、郑秀妍将成为太棒 APP 生生如夏花的主播经理人，他们将运营、培养、带领主播们成为未来音乐主播的榜样。经理人应该花时间去多了解他们，我肯定是为所有有梦想有目标的这一些音乐主播们服务，过程绝对是最重要的，给予输出是我想要在这个节目达到的目标。唱跳 was what I was looking for. Life is live.所有人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也希望真的有一个人，他非常的适合快手平台，同时也征服了每一位经理人，我非常的拭目以待，我觉得会有这样一个人出现的。也行，那就安排。网友来奔现，中央大听见。拜拜了，拜拜。哎，突袭直播太突然了，准备的不够充分，我的衣服也不够出彩。没事，我们多做功课。我最近在用太棒 APP， 这里面都是中国原创设计师和新锐国货品牌，会根据年轻人喜欢的生活方式推荐好看又好玩的东西，新人下载还可以领取首单现金补贴呢。真的？那我可太需要了。太棒 APP 每晚八点还会开放太棒奇妙事活动，上麦竞猜还能赢取免单大奖，每周三享熟人价。年轻态度不一样，国创潮品上太棒。那我现在就去下载，下次一定惊艳全场。After they call me, and we will introduce ourselves. How do we introduce ourselves? Just say our name. 我是你们的经理人。经理人。理人。对。我是你们的经理人。Yeah.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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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好。老师好。老师好。Hi. Hello. Hello.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这些应该是我们选的人吧？是。还有另外一边的。Hello， 下午老师好。所以今天这边是被我们关注的，然后这边是没有的。那边的十五位选手都是被老师关注的，而且还是被汪苏泷老师关注的，当时心里很不服气。左边是被选上的，右边是没被选上的，坐过去了。Hello， 各位音乐主播们，你们好。大家好。刚刚你们互相认识了吧？认识了。但其实我们三位跟你们的认识只是短短的几秒钟而已。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可以给到更多人机会，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家人们，马上我们将共同迎来第二个考验，音乐才艺摸底。每位主播经理人有五张花卡，每位主播表演结束后，三位主播经理人可以发起入队邀请。我要选。选我，我必须要给到你这个，不管你要不要。希望你可以反选我。获得花卡的主播将正式获得个人直播间。这居然还要经过第二次的选拔才能拥有自己的直播间。哎，笑得太早了，真的就是笑得太早了，我没有想到还要比。果然刚刚不应该跟大家炫耀的。刚才的选择不代表现在的结果，所以说希望这边的朋友好好表现，还是有机会的。我还有机会。哇哦，压力好大。所以我们才艺摸底的第一个首发的人就是 Who's the first？ 我已经开始发抖了，我已经不太好了，不行，肾上腺素飙高。不要选我，不要选我，不要选我。萤火火，萤火火。Surprise!
这么多年比赛，我从来没有第一个上台过，有点不太相信吧，就不太相信自己会是第一个。嗯，哦，加油加油，跟我加油，一会儿我。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殷火火，然后我以前是一位清吧的驻唱歌手，后来做了一位音乐类的主播，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作为第一位表演者，你是想要为他们树立一个标杆，还是你会更加紧张呢？我希望大家看完我的表演之后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我这个表演呢一定会让大家很开心的。嗯，本人很有趣的。平时看你直播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多？妈妈粉比较多，他们说我憨憨的，所以就喜欢看我。要不改名叫银憨憨。来吧，第一个很难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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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始你的表演。好紧张，我都紧张。吉他弹唱，哎，我的妈呀！Come on, baby， 我对你好想你。准备开启！我的妈呀！我反转反转反转！什么做什么？Come on！ 我对你太想念，对你太想念，太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蓦然回首，奈何人已远。我要送花送花。哎，你先稍等，你先冷静一下。哇，厉害厉害厉害，对不对？就真的是为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哦。身为第一个人，他可以带起这么好的气氛，我想先问一下，什么感觉？就是很爽啊。I really like the first part where she was like, it was. 他喜欢吉他的那个 part。嗯。Yeah, it was very beautiful. Oh, thank you, thank you.Maybe you can make something that's for like interacting with the audience, r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became 很搞笑，很搞笑，很搞笑。我的妈妈粉跟我说，我这个舞步叫掏心舞。哦，好的，这个舞确实是我自己自创的，让他们就觉得很好笑，掏心舞嘛。嗯。银火火直播间开启。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就是真的很魔性。那你想跟那个 Jessica 老师互动一下吗？愿意教一点他这个刚才的舞步吗？啊！Let's teach you， 让。银火火直播间开启。我对你太想太想念。
我你一起吧。我对你太想念。好羡慕。Jessica 做起来真的就是不一样哦。所以这首歌是你的一个改编作品吗？对，就是我做了一个旋律上的再次的创作。对，我想告诉你很好听，然后前面后面的反差也很大，所以我必须要给到你这个，不管你要不要。你先等一下。当然是陈琳老师，还是他会优先选择你，但是你也可以说考虑一下这一边。我是不知道我会不会选你了，我要买一个小不选你就更要来我这边好吗？我想要拉票。拉拉，请请拉。你就是一直猛烈的用你的小提琴去演绎一个丛林故事，我就已经看到你的潜质了。欢迎三位经理人来到火火的动物乐园。我要选，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反选我。我拉票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所以加油。你可以选了。哎呀，好紧张。你不曾发觉，我总是用右手牵着我，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我的拉票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但是心却跳动在左边。She's my。谢谢，谢谢了，谢谢杨丞琳老师，谢谢。我觉得啊，我捡到宝了。他会乐器，但是他歌声也蛮不错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他的发挥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对，所以我对他是有期待的。我觉得因为我状态很好，他会一直一直给你惊喜，然后今天他的唱跳包括他的改编，我觉得都让人眼前一亮。他们结成团队，但是我相信这边一定有不服的，有没有？有。如果有不服的话，就可以来挑战他，你就可以取代他加入到陈琳老师的团队。恭喜萤火火解锁了一条隐藏规则，打开了挑战者的大门。机会出现了，是这样啊，可以要挑战啊，快点上啊，兄弟们！有人敢挑战吗？挑战吗？不要选我。蜜、我挺喜欢刺激的，开局就 battle。 新挑战者上台，加油谢，加油！太酷了！我的突袭直播刚开播是3-4千人，最高上过10000，但是三位老师没有选我，那这次我肯定要好好表现，对不对？给自己争口气啊！欢迎来到我的主场。Hello， 我叫欣儿，我也是一名快手的主播。因为从小家里人就是做演艺的嘛，然后我一直在比赛啊、演出啊，后来就接触到了网络这个平台，我就比较喜欢，我觉得挺适合我的吧。好，请开始你的表演。OK。干嘛听苦情歌以为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以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的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问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啃小鲜苹果，问我是在 delay， 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瓶锁，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
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喜欢，说不想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星儿真的很优秀，其实在我们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三个经理人其实对你就有一个还蛮深的印象的。我好想你，我没有办法，我们也曾是对方唯一的希望。他有潜质耶，他唱歌好听哦。对，而且我得说一下，你的真人比你在网络的平台上面还漂亮，谢谢。所以我建议你那个滤镜可以用少一点。哎呀，刚开播人全跑了。龙龙怎么样？这首歌就是从 rap 到旋律那部分其实很难的，然后但它都找得很稳。我如果要给一点小建议的话，就是那个 rap 的部分，那鼓进来之后，它其实的 groove 是更强了，然后你的 rap 可以再出来一点。但是我觉得杨丞琳老师比较难办了，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表演我都很喜欢。我真的压力很大，我要怎么办呢？两个人同样的都很有音乐才华，很有底气，专业上面都是做足了准备，而且一定是有经过打磨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纠结。我现在很痛苦，我现在真的很痛苦。我们给你点建议吧，我跟 Jessica 给你点建议。好啊，你给我点建议啊。我觉得两个都很好，随便选。这个是建议。对，我们听听 Jessica 老师。Follow your heart. Oh my god. Follow your heart. Yeah. 如果说让我选的话，我俩你知道我都想要。对，我也是。我要选择星儿。星儿。帅！太狠了。同样的实力碾压，实力碾压。所以这个卡要交接一下了，火火。好，那恭喜星儿挑战成功，恭喜你们。谢谢谢谢，恭喜恭喜恭喜。火火可以来我的团队。火火加油，火火加油。其实我看到他就是很失落的坐回位子上，我自己也是挺难受的，但是我还是先选择了星儿，因为她真的年纪还非常小，然后又有这么多人支持你，那你的粉丝也会对你有期待吗？所以我自己希望可以多给她一些帮助跟建议。萤火火我觉得她有找到了她对音乐的那个热情，她的内心的状态现在相对的应该比星儿还要好一些。下一个有请
火线妹，哇，请你上场表演。哇，她是1500万粉丝的游戏主播。哇，我也喜欢打游戏。我现在今夜星光闪闪，我爱你的心满满。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线妹。Hello， 嗨。手办过来了，手办过来，手办过来了。大家好，我是音乐主播火线妹，我做游戏主播已经6年了。每天要直播至少5个小时，于是我就想要来参加一下线下的活动，拓展一下领域，顺便逃避一下我这个直播时长。但我没想到，我的公司还把我的电脑给我寄过来喽，我还要工作，还要直播，但是我还是不后悔来这个节目，因为我想唱歌，我要唱给所有的人听。加油，加油！请开始你的表演。可以。眼睛嘴角边的酒窝，你的眉毛哦，让我神魂颠倒。干净的白衬衫，橘色的牛仔裤，撒拉嘿哟哦，我的心砰砰乱跳，明明你就在我身后，伴你左右哦，偏偏爱上邻家隔壁狗。宝宝我爱你，我想你，都想变成你心中唯一的黑狗。说披风太宽，说性格太装，只喜欢内心纯洁的人缘泰山，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特曼，听我说啊啊啊啊啊，美丽的珍妮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啊别怕我的姑娘，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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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粉丝了，他真的就是好有感染力，对吧？ Thank you。 我想要问一下，游戏主播实际上你必须要懂很多的游戏吗？不是的，因为有的游戏主播他是主机游戏的直播，有的是固定类型的，像我的话我是全能型，我是所有的游戏我都会，但是我最擅长的呢是射击类游戏。好可爱啊，真的。What's your headphones? I mean, the design is very kawaii, but it seems kind of special. Oh, 还可以分开。因为我之前打游戏，大家都知道我技术很好，但是我有一天我拍我的脸，他们居然给我点了很多的关注，然后我就啊，我的耳机把我的脸带火了。就很神奇，就因为这个我收获了一大波的人气，我也很开心。嗯，等于有的特点了哦。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因为其实就在刚才的直播里面，你知道你自己因为做音乐类的直播，你已经掉了5000个粉丝了。真的呀？我觉得就是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呢，第一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唱歌，我从来都没有学过唱歌，我唱歌都是凭着我的一腔热血、唱功和感情，我觉得我的感情发展得非常的好。好可爱。即使他们说 no no no， 我还是 yes yes yes。 好可爱。因为我直播间的粉丝哈，经常就会跟我说，你别唱了，哎呀我求求你了，自己人闭嘴吧。大哥，我有才艺的，我会唱歌。我非得要唱一个，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巅峰级别的王者。爱是迷迷糊糊天气初开的时候，那一定绽放的玫瑰。
我想说，这一次你不听也得听，来到这个节目，我一定会好好的提高我的唱歌水平，给你们一个惊喜。我觉得我很欣赏，因为你跳脱你的舒适圈。其实刚刚你整个表演是非常完整的，而且那首歌其实就得这样唱，所以我觉得只要找到适合你的歌路，其实你是可以在音乐上面还有很多的发展。我个人是对你有信心。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决定是否发放花卡。三、二、一。我还有点激动，因为我在这么多的选手里面，我很害怕没有人选我，但是大家都被我的感情所感动到了，都来选我，我真的就很开心。该你选择了。该我选择了。She really wanted to sing and dance even when her fans don't like it, and I thought that was very brave. I want to help her.今天我完全的可以感受得到为什么他可以拥有这么多的粉丝，因为他的互动的感染力太强了。我想选 Jessica 老师。因为其实我还会跳舞，虽然我没有学很久，就哇哦哇哦。可以可以，好好练习吧。谢谢老师。恭喜火线妹想要加入 Jessica 的团队。恭喜恭喜。音乐主播跟音乐人虽然叫法不同，但其实最终的出口仍然是音乐。你不一定要唱的每一个音都很准，但是一定有属于你自己独特的音乐，那这个就是音乐的魅力。所以希望大家把自己的魅力发挥到极致。有人要挑战火线妹吗？有吗？三、二、一，一，哇哇！魏淑雨，魏姐，哇！哦，哇！嘉恒，其实当时主要就是太着急了，因为。突击直播的时候没有被老师们选中，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在经理人们面前去展现我自己。火线妹她的舞台是非常棒的，然后我就想那就遇强则强，所以我就挑战了火线妹。那火线妹要进行一个反选，你要选择挑战的人。你来吧。加油加油加油。各位老师好，我来自新疆和田策勒县，是为维吾尔族。然后我就直接开始，是吗？好呀，来吧。是就是我们的维吾尔语，然后是维吾尔族的。Wow, that kind of blew me away. I'm so very like you, and 我还有就是其他五种方面我也很懂。
Shahal, do you have any other dance moves that I can see? Yeah, 准备一个舞蹈。OK。火线妹如果有别的表演的话，也可以那个。我有，我会做饭。但是我还会画画，我特地画了三位老师的画，就是一个开黑头像。哦，好，等会儿让你展示一下。嗯，好的。夏荷，夏荷，开工，好帅，夏荷帅，有点帅呀、啊！加油，加油！请开始你的表演。飞机快快快快乐吧，我的战场不留片刻。所以为了公平、really cool. 现在火线妹也请展示一下你的画作或者是你的厨艺。厨艺展示不了，但是我带了我的 iPad。 老师你看啊，这个是我画的自己，然后我特意画了你们跟我一样的头像，然后我们打游戏就能用。看，这个是 Jessica 老师。哦，好可爱。这个是杨丞琳老师，因为我特别喜欢你短头发时期，就特别的干净。我还是短头发，所以我现在是接的。对，然后这个是啊，好可爱，男的一样的。这是我吗？可爱可爱可爱。老师，你最喜欢粉色，我还给你画了粉色的这个项圈。谢谢你，谢谢。你们都是代表的颜色，我都给你们加在项圈上。好可爱，好可爱。好，谢谢火线妹。哇，两个人都好有才华。反正没有关系，他们任何一个人没被选到，我都要抢。都很棒，嗯。不管。嗯。哇哦，可以抢人，还可以抢人呢。Now it's your turn。这里很难选啊。你说他喜欢帅的还是喜欢可爱的？ I'll stick with my first choice。 他选择他的第一选择。火线妹，火线妹，他选择的第一选择。那么恭喜火线妹。恭喜。谢谢两位带来非常棒的一个演出。谢谢。I feel like your dancing was 非常好.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 know, your courage and coming out and just, you know, getting this place excited again. First of all, I thought I really needed someone who was very experienced. And I also saw a lot of potential. She could have been one of my picks, but it was very unfortunate that she was, you know, competing with侯湘妹，夏荷，好棒，牛死！天天晚上就在外边练，天天练到四五点钟。我想对郑秀妍经纪人说，无论今天你有没有选择我，但是你对我舞蹈的认可，我已经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我也不会因为今天的结果去气馁。对，我还是会继续去喜欢这个舞台。对，谢谢。因为我是一名艺考生，以后想要从事的专业也是跟唱歌跳舞有关的职业。其实高考完以后我就只有两天的时间去准备这些东西，虽然两天很紧迫，但是我
对自己准备的这些还是挺有信心的，但是突击直播还有就是这次的舞台都没有被经理人选中，然后我就想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太帅了，宝贝，你太帅了，夏河大师也很棒，对不对？对，我也想跟所有的参赛选手们说一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担心，可能对方已经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主播了，而我可能只是一个刚入行的菜鸟，就是我只是一片空白。请大家相信我们三位经理人，我们看的更多的是你们未来的发展，以及你们对这个职业的热爱。我也觉得看的不看粉丝，真的不看粉丝。欢迎下一位李奇蒙。怎么就到我了？还真的蛮紧张的，突然那么多人，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明星，真的有一种激动又紧张的感觉。各位老师好，我叫李奇蒙，木子李，奇妙的奇，萌萌哒的萌，今年23岁，来自四川峨眉山。就是那个猴子又多又凶的地方。接下来我的这首歌曲是我的原创作品，是一首 rap。稍等一下，有个东西得给老师们。歌词吗？Thank you, thank you. 哎呀，我的手都在抖啊！我的妈呀，这个是汪苏泷老师给您。这是一篇歌词，你知道吗？那个歌词上面有。啊，没事儿，就是咱们表示一下心意吧，也没有什么特产。总不能送猴子。这是英文版的，老师。谢谢 ，Thank you，Very sweet。请开始你的表演吧。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来呀！OK。我脚趾流散下镇生活 boss 的伴，走到街上总不能收人见面 message 脚趾来喊，脚下的甜皮烟火步步机才是让我心里面才是的反应，靠前我用妈妈的手机联系朋友们下载玩，18岁到成都为了梦想去读书，身上的钱去个交房租都没放弃，因为不服输，大包小包下了高铁公交差点挤不下，领导手酸也不敢打车，好贵呀这起步价，我开始和陌生人合租，虽然习惯了自己住，零花钱不够还人情，所以最怕收礼物啊，身边的同学都很潮，穿搭是各种好看，我试着融入他们，为了买双鞋不吃早饭，后来我迁到北京，第一次孤身走那么远，公司大把长生看不懂，我是很怕那个选手唱着唱跟我来互动的，但他就是来找我了，然后我在想我怎么办。公司倒爬长城看故宫，拍下我游客的脸，偷偷的流过了眼泪，每到夏季付不收手的钱，所以绝不会后退，哪怕是命运幽默了点。哦，原来传说中的北京真的真的巨大无比，看了下的各种口音，现实中的北京，我不带你不计平民，我买女王的要重庆，有一天我要成为 somebody。 真的巨大无比，看到山的各种
Bust the bear Bust 你带给我们一个很亮眼的表演，即便你紧张，但是你刚刚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专业，我很喜欢。谢谢老师。哎呦，我的眼泪花都要出来了。眼泪花。Your rap was fantastic. It was 特别好。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your stage today, your performance. Thank you. What?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 likes to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Oh, 可爱。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跳舞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因为这跳舞嘛，我寻思着您跳舞挺厉害的，我就对着您了。okay. Very good. 真棒。谢谢老师。Thank you. Thank you.其实我大部分完成的还是挺好的，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的不能用屁股对着三位经理人，因为这样很不礼貌，就这一个问题是没有完成好的。我想大胆的问一下李奇蒙，这是你的第一首原创吗？嗯。我觉得今天你的创作应该让很多很多的人都非常感动。谢谢老师。那首歌虽然稍显稚嫩，但是我觉得里面满满的内容跟满满的能量，所以我非常期待它的创作，也希望在快手这个平台上面会有一些音乐的原创类的主播出现。整个说唱的歌词里面，就是可以感觉到你是离家背景到了北京，那你到北京有什么目标吗？我的目标其实就是每个月能挣6000块钱就差不多了。怎么会是这个数字啊？因为我算过一下哈，他房租一个月3000块钱，然后还有3000块钱就吃点饭，然后买点化妆品什么的。因为我现在一个月，我爸爸他们拿钱给我，我一个月生活费是1600在北京。哦。哇，那啊，我要哭了！不要哭，别哭呀，宝贝儿！哎呀，我在说到1600的时候，就是我感觉有点委屈，就是感觉会。突然间因为没有钱然后离开北京，感觉我爸他上班也很辛苦嘛，他现在是给别人安家具，然后他的手其实上身上手上都全是那种茧还有皮，现在其实应该算是我可以去给我的父母一些回报的时候，结果他们还在不停地为我付出，所以我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能感受到李奇蒙他是真的热爱音乐，在我毕业的时候梦想真的特别大，但是随着时间还有社会的打磨，这种状态真的越来越淡薄了。当我看到李奇蒙那一刻，就重燃了我曾经最心底的那种欲望还有唱歌梦。曾经我也想过我想要放弃，因为做音乐也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一直自己还在坚持，我就特别想要证明我是适合这个舞台，我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舞台来展现自我的。我做主播之前的职业挺多的，当过兵，做过主持人，做过驻唱歌手，上过班，也做过送餐员。我特别希望我的后半生吧，能够在这个直播上找到自己的舞台，我会努力把它做好，它是一个好的开始，把梦想也在这里放大。你不哭，你不哭，我相信有才华
一定在很多地方都有发光发亮的机会。像你现在来到这边，不管你主播的资历有多长，但是就我们刚刚看到你的表现，还有你是一个有创意跟有故事的人，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继续的带给所有喜欢你的人。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喜爱，然后一直不停地做下去，好吗？谢谢老师，加油加油加油！那我们三位经理人就要决定是否要发放这个花卡给他。全选。龙龙想要站起来讲，因为秦萌在他开口的第一时间，我就拿出了这个小花，向你发出非常非常隆重并且正式的邀请，希望你来到我团队，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创作，你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给我站起来了，害我不得不也站起来，我们要这么卷吗？李奇蒙我太喜欢了，他是唱到我会站起来鼓掌的那一种。我当然也是很看重他的才华，觉得他跟其他的女主播的风格蛮不一样的。选我。他的 rap 部分绝绝子， maybe I wanted a rapper in my team as well, so I gave her a flower. 我还是想跟万苏龙老师学一学，就是创作。虽然不是说两位老师不会创作，但我是真的不会，他真的会，所以你选对人了，恭喜恭喜！谢谢老师们选择我，谢谢谢谢。哦，谢谢，不要把衣服整脏了。我thank you thank you。哎，你以后可能不止赚6000，将来也可能会赚到7000，也不是很多，是吧？也许会加一个零，好不好？继续加油，继续努力。谢谢老师，谢谢老师thank you。为什么来参加星星无效花这个节目？因为我已经离开台前7年了，特别期待能够再一次站在舞台上。我想要留一个很完整的舞台。我想希望自己可以走到最后。哇！音乐主播的节目的养成，我觉得非常的不同。小时间都在老师难舍难分。哦，你2年的粉丝量将近400万，需要很大的勇气。你的粉丝是2000万人，就因为你2000多万，我必须去上。那我们决定是否发放花卡，3、2、1。不是我不礼貌啊，是我咋没给我花呢？是我太吓人了吗？你还是不能称之为歌手。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了一个名额，这个平台还是残酷的，他们的竞争是远远大于这30个人。快手的主播我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直播间，那我这次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手机走了，你带我回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上快手搜生生如夏花，超多精彩短视频，每天追着刷。加更周二晚8点夏花日记，周三晚8点夏花茶话会直播。真漂亮。好，嗨，挺漂亮哈。嗯啊，来来来来，这儿啊这边。好，太尴尬了。哎呦我来，四位美女，3、2、1。哦，歌手。他俩是亲戚吗？同公司的大美女。他长得好帅呀、啊。
天哪，他们的腿真的好长。哇，这腿。为什么我们走来是一坨一坨的，他们走来是一根一根的？我也想这样子。哇哇，好有气质。